有当时啊，偏偏一对足恩爱、足恩爱的翁仔某，再因为钱、因为囡仔、因为外面查某人，到尾啊，两个人冤家扭结，甚至是离，迄拢无一定诶。敢讲，你甲春花就袂安尼？一开始，大家都咪嘛客气来客气去，啊，等文辉过身了后，讲为着要请养囡仔，顾囡仔，顾趁钱，都已经袂赴啊，根本就无迄个时间带冤家扭结。想袂到，囡仔拢大汉了。我才想讲，当初阮两个人为了说，阮讲等囡仔拢嫁出了，阮两个人才当去国外去佚佗，结果呢？结果伊煞来跟我讲，伊要嫁人啊！你敢知影嫁好？这我伤我的心嘛，我的心未输，真像叫人安尼破作一半，鸡拢吹了了。我知影，你哦是出来骂啦，其实哦你是唔甘啦，你哦是小姊妹仔情，啊不过姊妹仔搁较好，总有一天嘛是爱分开的。啊，不过今日伊要嫁是小玲啊咧，伊是一个什么款的查甫人，你敢唔知影？伊是一个有金家、会当挖苦的查甫人咧，咱就爱成全伊，为因祝福，敢唔是？我唔知啊，我什么拢唔知啊，我敢当知啊，除非。你要离开伊间厝，离开我，离开遐个囡仔，我敢若想到这，我规心肝头就乱昏昏，都唔知影要怎才好。建宏，我真是真是就唔敢只为离开伊面子。我就不可比耶！秋啊，春花会当嫁，敢讲我就袂使娶你。永远就无法度代替春花，伫咧你心目中的地位。也毋过，我就是唔甘心，唔敢看你一个人孤单，看你一个人伤心。秋哥，你是不是会当将你后半世人交予我，让我来照顾你咧？